三成零一的打击率。今年呢是打击率这部分是有一些下滑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右安手过来，哇，厉害，接杀出局，哇，右安手张志豪，但是不要受伤才好啊，现在这是一个漂亮的有六星级的 diving catch， 最后有点蹬掉，蹬掉，对，天看稍微有点挫伤，哇，这攻防都漂亮，打得漂亮，守得更漂亮，哇，这个球真的厉害，精彩，真的厉害，那那样那狂人哦。这两个投手会继续投下去，因为到目前分不出谁是胜投候选的。尤其麦格伦的用球数还蛮少，这个球当然要为队友大声的喝彩了。所以到处肯定要喝，舒比就会展现他们的水准。